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CT 拳馆的王建晴，今年是打 63.5kg 的拳手。一开始都是想保护自己的，不想被人虾、被人恰啊，即是可以有勇气去表达自己多一点啊。咁到后尾，原来发觉呢个运动是几讲求纪律。咁要控制體重啊，堅持個訓練啊，每個禮拜都要維持3-5日嘅 training， 其實都非常之嚴格同埋講求紀律。因為想呢樣嘢去做得更好，咁啊要變得更加自律啦。每日會要食幾多卡路里啊？咁一啲唔好嘅習慣啦，同埋夜瞓啊、普通頂呢啲嘢，我就盡量就會係唔做。今年當然就是用香港冠軍為我的最終目標啦。咁因為上年就飲恨咗，咁啊今年會落一個級別。幾享受呢種挑戰嘅，因為拳擊係一個好高壓的運動啦，好高對抗性啦。咁佢除咗話上台同人比拼之外咧，咁你事前嘅體能啊、技術嘅訓練啊，同埋一個控體重嘅克制啊，咁成為咗香港冠軍之後咧，我好希望可以再一次代表到香港隊去到其他地方比賽。